了，好久没有坐飞机了，也好久没有回中国了，所以现在的心情其实很微妙，非常的激动，但是心里会有一些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有很多情绪在我的心里，但是想表达却表达不出来。我们现在刚上飞机，但是俊辉已经睡着了。上一次来青岛是先受的，这次先隔离。